好，接下来这个讯息哟，那个男性朋友赶快伸出手来看一看，您的右手无名指有没有比食指长？因为现在根据南韩的研究，如果说右手无名指明显比食指长很多的话，罹患射护腺癌的风险就相对增高了。认为哦，可以借由这个观察手指长度来提醒早期筛检。不过呢，国内医师是强调，类似的研究其实还没有定论。所谓的射护腺癌，还是跟人种、基因还有西化饮食习惯最为相关。